能够每天按时的听闻佛法，这是非常吉祥的一件事情。说听一部华严经，可能没有几个人，包括我在内了，从头到尾听完，可能有时候只会剩下老和尚一个人啊。就是他老人家从一开始到可能结束会一堂不落的听完，那听戒呢也是如也是如是呢。所以修行的根本呢，当我们今天活过来的时候，我很感恩还能有这么一天来听闻佛法，不管修成佛的法，处理三界的法，都离不开呢从念死开始。如果念死呢，就能离开贪着；念死呢，就能放下一切；说念死呢，就能够珍惜一切；说念死呢，就能化解一切；说念死呢，也才能够感恩一切。好，正因为生命是无常的，所以我们才要珍惜所拥有的，说现在。说佛的正法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闻到的，但依于正法的起修呢，那更不是能够做到的一件事情了。是大家升起欢喜心吧。那我们接着上堂课，上堂课我们就剩下后面的一个偈颂了。说问以恼乱他，其他竟比丘，摇声俗庄严，图外道女相。第一，这是七条戒，172，是问义，也叫做先不请比丘，则问意见。说这条偈的意思是说，比丘尼欲问比丘佛法的义理，先不向比丘求请听许，就直接发问。那这样言语清楚明了，就要戒波依提罪；言语不清楚明了，戒土俱多罪。说要请问佛法，那比丘是上尊的，说比丘你依理呢应该敬奉如师的，有所自问，应当先做起白就是要问什么在哪儿问这都要得到对方的这个许可才可以请问的。如果先不求听，就直接的去问，那一来轻慢佛法，二来又不尊敬大僧的，那更不可以呢，就是穷追不舍的那样的发问，就说要看那个情况。如果让比丘不能够应答，让对方就是惭愧生恼，也是不可以的。因为他缘起里呢，就是阿闻比丘尼，在比丘尼当中，他非常的有智慧。他问比丘，没事先请问，就是一直发问，到最后呢，比丘不能回答。但是，一般就说比丘时，他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比丘尼呢，他还是应该注意要请问什么呀？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合适啊？所以弘一律师呢就非常注重这个。你看问他问题呢，都是事先要写上条的，不像我们现在直接写到条上，比如说法师从桌上拿起来，那么就来回答而是呢，他要拿下去，那是很严谨的就是有根有据的，要把它写出来。就是书面的那种问答，
就可见律师的那种啊治学的经验了。说173，恼乱他。说这条戒是指生业啊，恼他。说这条戒的意思是说，如果比丘你知道，他比丘你是先住，自己后到。那或者呢，自己先到，那比丘尼后来。那为了恼乱对方，说故意在他前面做种种的生业除恼。我们回想一下，前面第92条呢，是口业恼他，就故意在前面诵经了、教授了等等。那这条戒呢，是用这个生业来恼他，就是不定的这个思维意，或者走了，或者站，或者坐，或者躺。那这样虽做一件事，或者躺或者站，就要解为体罪的。这就是说在共住的当中啊，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戒呢，都是治我们自己的。所以反过来都知道是利于他的，所以也就能得一个体会啊，说修行成佛确实应该从利他当中来完成自己的。说174，说在比丘寺内其他戒，说这条戒呢是说比丘尼明明知道是有比丘住的僧伽蓝，那人在这个僧伽蓝中起比丘尼的塔，那这样一来随你取践踏的石头啊，就是砖头瓦块啊，泥啊草啊，这一都要解不一提罪的。那我们知道说比丘比丘尼这是不同的了说性别的不同，上下尊卑它有差别。那在居住的这个地方呢，那当然比丘是比丘的地方，比丘尼是比丘尼的地方。那比丘尼就不可以到人家比丘寺中呢去起比丘尼的塔，说起了比丘尼的塔就是比丘尼往生了，那你把它建在比丘寺内。那一来克比丘不知道是比丘尼的塔会礼拜，说这样也怂比丘尼的福报，那同时呢也乖违尊卑的礼法。说175，说敬比丘，说百岁你不敬比丘戒，这是八敬法里面的第一条。那我们知道比丘尼追溯呢，待到比丘尼是以八敬得戒的，所以不敬比丘呢，那首先有违佛的八敬法，也违呢我们当时受戒奉行的心。那接下来那慢法接着就是轻人，说有这些过失的。说百岁尼呢，就是指比丘尼受具足戒以来经过坐下受岁，说下来已经有100了，这就是用泥中就比丘尼当中这个上座啊，一般这是很高的这个上座了，那来比况其他的比丘尼，一般活120岁的人呢就比较少，就是比丘尼他20岁受具足戒，那么100下最少他也有120岁的。说这样上座的比丘尼见初受戒比丘都应该顶礼，
那更何况其他的年轻的啊比丘尼呢？比丘尼看见比丘来，不起身迎逆，恭敬礼拜，问行，请于座，就是要解波伊提罪的。说恭敬，那是从内心里发的。说就意业来说，那礼拜是约这个生业啊来说的，从外以上要虔诚顶礼。说问讯呢，他是要口业来说，啊，要问啊好的。在戒律里呢，一般是四大调和佛啊，饮食易得佛啊，啊，起居清丽，少病少恼佛啊。那我们呢，啊，现在就是说，就是啊，怎么样啊，身体健康吧，啊，等等。176，摇身，就是摇身去行戒。这说比丘尼啊，为人天师表。说唯一举止以礼呢，应该合乎一定的这个威仪了，啊，从外向上，让人家一看就肃然起敬呢。那这条街呢，是说比丘尼为了好的缘故，为好，就说自己做出来一个这样的姿势呢，啊，那比丘尼的习性呢，喜欢让人家就是注意自己了，啊，等等。如果为好的缘故。就是左右摇摆身体，好迈着那个碎步，就是那个小步，快快的那个走，说这样要解啊波伊提罪的。说177啊，俗庄严，这是说比丘尼做妇女庄严，乡土生戒。说比丘尼如果起世俗的行，啊，做种种妇女庄严，用香涂抹身体，戒波伊提罪。那这条就是说比丘尼说，我们既然剃发染衣出家，世俗的一套呢，一定要放下，就是杜绝庄严色身。说世间的女人呢，她庄严自己呢。那无非是为了取悦啊他人的。那我们现在就不可以再起世俗的心来做妇女的庄严，比如说涂香了、梳洗了、铃声光景了等等，这都是不可以的，啊，一来招人讥嫌，二来呢损坏出家人的形象，侮辱佛法。说178，涂外道女香，实际这个呢。是说使外道女乡土神界和前面啊那个150条啊，那都是一类的了。那是使啊那些比丘尼了、使刹尼了、沙弥尼了、白衣了，啊，应该再加上一个是外道女，啊，也不可以。如果让外道女用香涂抹己身啊，戒。提罪说178，是名波伊提，此方言堕罪，对人做忏悔。说以上所列的是178条戒，就是波伊提法的。那华严的意思呢？说波伊提是堕，所以称为堕罪。那犯了波伊提，说这个做对手忏悔法就可以了。那个文呢，那我们到后面说忏六句法篇的时候一起说。波伊提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我们来说八波罗提提舍尼法，说不病其苏湿油蜜食蜜等乳酪鱼肉食，是名对说悔。这一共有8条戒，
都叫做巴波罗提提舍尼法。华严的意思是相比毁，说相比毁，这是就所对来说啊，从对治立的名儿呢。说如果没有病气的气的啊八种好吃的，那必须要相比毁的。又可以翻成可喝法，这也是约这个对治叫的名。不过这是根据所犯的这个体来说的，如果要弃了八种好吃的，那此事呢可喝法的。那这八条提色尼法都是因为没有病，身体没病，说自己为自己弃酥油蜜食蜜乳酪鱼肉八种上位的美食而吃的。那关于这个啊鱼肉呢，是这个是肺啊前焦了，就说到以后啊就不可以呢啊，就说再气的呢，所以我们从那个经典里也可以看到。讲这个，那当时候呢啊，因为印度嘛，啊，就是他那个地方呢，就是说气候的啊问题了或者种种，啊，所以饮食呢，那、啊、这个难得，那人家供养什么呢？然后就什么啊可以啊吃，可以吃啊鱼了、肉了，但佛灭度以后，那佛就告诉了。可以要再吃。好，这八条，说第一条就是起酥时间，说那第二条呢起油时间啊，这乃至呢第八条起肉啊时间。因为这八条波罗提提舍尼都是类似的了，所以合起来解释。说酥，那我们都知道啊，是从啊牛奶里提炼的了，啊从牛奶呀、羊奶呀，一般乳里面出酪，酪里面出生酥，生酥里面出熟酥，熟酥里面呢可以啊，就是出醍醐的。我们常常说醍醐灌顶。说油呢，这有指它种种这个就是我食物的这种油了，也包括啊那些油脂呢。说蜜呢，那就是我们现在食用的那个啊蜜粉酿的那个蜜的。说食蜜呢，那有白食蜜，是比较味道甜的，那也有黑食蜜，它甜里面带点苦的，白的一般治热病，那黑的呢，一般治冷病的。说乳呢，不管是牛了、羊了的乳，酪呢是从乳里面提炼出来的。说鱼和肉，这个我们就知道了。说这八种食物。在印度呢，它都属于上位的美食。说已经说出家少欲知足，那在这方面呢，就要克服自己了。如果没有病呢，就不可以弃这个上位的美食。说这样一面呢，放纵自己增加贪心。说对外呢，因为自己没病嘛。所以气在家人也会失掉性情性的，所以比丘尼没有病，为自己向他气酥油蜜食蜜还有乳酪鱼肉吃啊，咽咽都解波罗提提舍一罪的。
说世民对说悔呢，这是说犯了这八条戒就应该向于清净比丘尼忏罪的，就要说大自一心念我摩迦比丘尼无病故其素食，或者无病故其游食，犯波罗提提舍尼大自我犯可合法所不应为，今仰大自悔过。那对方要问如见罪佛，说见对方在这圣魔更作回答顶戴受持，犯了这八条呢就用这样的忏悔法来忏悔。那下面是百众学戒法，说百众学呢，所以这个百呀，它是一个虚数的呢，它不是单单指的一百条，就是说，这是说众学法呢，就是说这个罪呢无限量的，所以它叫做众的。说因为这些戒呢，它都是很微细，说持起来不容易，就是一不小心很容易犯的，所以必须要提起来这个心劲儿，要应当学，应当学。说凡事呢都是应当学，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犯的，所以也叫做应当学的。当然要说学呢，哪篇都应该学了，并不拘于此篇的。说之所以其他篇句呢没有专门的来说，那就是因为说那些戒呢和这篇相比呢，他们还是容易持的。那凡夫有时候也有一种心态，他对这个重一点的罪呢，他防护的心就比较重的，那常常对这个小的戒呢他就会轻视的呢，就像六穷比丘一样。那为什么有轻毁戒呢？他就说哎呀，说戒就说初篇二篇就好了你说那些维系戒干嘛，说了以后令人就是怀疑生恼的呢，他就不主张了。但哪些是这个维系戒呢？这佛也没有明确的说，是佛告给阿难呢，说可以舍维系戒。当迦摄问阿难的时候，那佛说哪些是维系戒呢？阿难说哎呀没有问佛，所以迦摄尊者说那就都持。这就说一个比丘比丘尼，不管250条也好，348条也好，那条条都应该持的。这就说从缘起上面这样讲，那就是退一步讲，那你维系戒守住，那你一定也要能够护这个就说根本戒的了。这是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没有说清哪些是维系戒，那言下之意就是都得吃。所以说呢，这些戒都应该学。只是说百众学呢它太微细了，如果你不留心呢它就会犯。那其他几篇的那个戒，就说它戒相呢比如说你初篇了八条了二篇了十七条就是比较好掌握，说懂得这个道理呢，然后就好了。那有时候说人家是滴水成河，另一成罗无轻小罪以为无恙但知道的话呢，这个就是有小成的，说你忽视小的，它会积累成大的，所以就要从微细处呢然后入手来防范才可以的。说在百众学里面呢，四分律里面它是列了100条的大致呢它分成净僧的唯一或者净法的唯一净佛的唯一
啊，那或者呢把它砸在一起。说在一百条里面，就是从第一条到第五十一条，那也就是说有五十一条戒了。如果你好好的去做，从七正啊，就是诸啊五一囊学七正诸内应当学了啊，这个开始，一直到第五十一条不得离大小便，这个就能够啊，应该为那个百正学的第一条是七正诸浊内义啊，应当学，一直到第五十一条不得离大小便啊，这个应当学。如果能成就这些为义外恒呢，就会让人家对这个出家人升起恭敬心的。那也就是说啊，在百众学里面，首先要说敬僧，这就首先就说明了啊，做一个比丘尼，这个威仪闯相是非常重要的。说不论是外表的衣着，还是呢语默动静，说话不说话，贤圣与贤圣默嘛，都要表现出来他的威仪的，乃至于啊行走、饮食便利，都有出家人应该护的威仪。那这就是说，说出家人，如果你的容易，就是端严啊，动真有法。说常常在家人，他看一个出家人，他是通过外表来看的了。所以这个外仪呢非常的重要，他对出家人恭敬，那马上他就想，就是怎样的来了解佛法，所以法来僧弘嘛，啊。所以呢，先明敬僧呢，就是。这就是要说明啊，是为了啊来成就住持的三宝。好，在最初敬僧的威仪行里面，即僧可以啊分成这么五类的。第一类呢啊着衣啊以及着衣的威仪，那从第一条到第八条。那就是七正着啊，涅槃僧啊，七正啊，着这个五衣啊，啊这些等等。说第一条就是七正着内衣应当学，第二条是七正着五衣应当学啊。这是教比丘尼的衣着必须要齐整。说我们有时候搭上这个衣，如果你搭的七七八八的话，或者那前面的话呢，啊，你看啊，就是有长有短的，一看呢就不整齐。那分开来说呢，七正着内衣，说内衣那在律里呢它也叫做涅槃僧啊，也是穷的意思了啊，就是外面呢你有五衣，有七衣，有大衣，那里面一定要有内衣的啊，你看僧伽职呀、富坚衣啊，说这些都是内衣的，是吧，要把它打好才可以的。如果故意的不七正着，那就犯应该忏悔的啊突厥罗对手了，又因为故作的缘故又犯非威仪的突厥罗罪，所以啊就要忏一个对手的突厥罗，一个则行的突厥罗。那第三第四条呢，不得反超于仪行如白衣舍应当学，或者不得反超于仪如白衣舍坐应当于学。那反超也就是左右啊，把衣呢啊往这边抄，往那边抄，这是不可以的。不管你行也好，或者往就是到白衣家也好，或者到白衣家坐，这个都不可以。那第五条、第六条呢，不得以缠颈入白衣舍，不得以缠颈入白衣舍坐，这个应当学。
那一禅紧呢，就是用一的两脚或者一的这个边缘缠在脖子上，这都不可以。那第七、第八条呢，是说的不可以啊，斧头入白色或者入白色做了。这是指呢，若比丘你用树叶了或者啊其他的那种杂物啊盖头入白色做，这个不可以的啊，就不能拿衣物呢啊把头盖起来。啊，那如果呢啊，就是天冷了啊，就是刮风了、下雨了，或者有头疼啊病了，那在僧起律里呢？他就说你要斧头那个像戴帽子那些，他不让你把两个耳朵全捂上的啊，还要啊，你还说呢得斧半头一耳，还要露出来的耳朵，意思就是呢要能听得见啊声音才可以。好，这是啊一至八条了。那从第九条到第二十五条呢，这是入白衣家里面唯一呢，它有十七条的。好，第九、第十呢是不得跳醒这个入白舍，那或者这个坐了。说跳醒呢，那有一蹦一跳的呢，啊，双脚跳了啊，这些等等。那十一呢，就是不得东坐白舍内。好，蹲坐呢，就是在地上了、床上了。那我们知道都是屈中啊两膝。就是那个同步呢不置地，然后蹲在那儿，蹲在那里很不稳当的，是吧？轻轻的一弄呢，一捅呢就倒了，这不可以。而且呢，你看，啊，要蹲在人家那个啊那个房间里呢，那我们知道从那个外衣上，也非常的不庄严的。说第十二、十三不得叉腰行如白衣舍，啊或者坐，那叉腰就。用一个手了叉腰了，用一个两个手了把肘呢这个夹起来都不可以。啊，十四、十五不得摇身行入白衣舍，那或者坐。说摇身呢，就是左右立身屈行，就是斜曲身体左晃右晃的。那这一条呢，它是没有为好的缘故，只是有施威仪不虎威仪。这和前面第一百七十六条要是未好故要生屈行，这就分开了。如果有个未好的缘故要生屈行啊，那是结波一体罪。如果没有未好的行，只是不涉乎威仪走起来摇摇晃晃啊，那这样解土地罗罪。十六、十七不得吊臂行如白衣舍，然后就是垂臂或者前后垂下来啊，说这样不可以。十八、十九是好服身如白衣舍啊，或者坐了，就是要把这个衣呢都穿得好好的啊，不要不好服身了，就让处处这个身体呢露馅，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二十、二十一就得不得左右故事如白衣舍，那或者坐，说左右故事就是四处观看嘛，就进去以后呢，那眼睛不停。就是贼溜溜的东看西瞅，啊，说居士会记性像贼一样的，所以不可以。啊，二十二，第二十三就是静默，啊，如白色或者坐的，说静默啊，就是静寂无声，啊，不可以高声大唤的，啊，说如白色呀，啊，或者到人家家里这个坐呀，啊，在这里有讲啊。不应该同这个俗人呢多做言说的，啊，也不要打这个叫呼的，啊，就像那小孩子一样，啊，东喊西叫的。如果啊别人有喊自己，啊，那就是啊也是要不能哦是那样直接那样打，啊也是啊或者就是离的距离太远，中间有居士告诉他啊你告诉他啊我听到了。那或者呢你离别人太远，中间有人呢请他转达。啊，这就是要记好一个出家人呢啊显圣语显圣默嘛，该说的时候就说，那不该说呢然后就不说。说二十四、二十五不得细笑如白衣舍，或者坐，
说细小是指的啊那个漏齿这个小的，说在戒律里啊，说这个不可以啊，那个就是漏齿啊，就是小的。所以我们也说过啊，就是有可笑的事呢，那你不得啊，就是不得出断现齿，不得把牙齿露出来，呵呵而笑啊，应啊智人之啊，要忍才可以，应当其无常苦空我想啊，就是思维思想了。如果还不止，自己要把自己的舌头咬住；如果还不能够止，就用一角呢，要把口啊挡上，就是缓缓的啊把它抑制。那受使用波，这是二十一呀，这是说，就是偈颂里面，就说关于这个饮食用波威仪呢，它有二十一条戒，就是二十六呢到四十六的，那二十六就是正以受食应当学的，说正以受食。那就说吃饭的时候你把钵放到这儿，像我们过堂一样啊，要用心留意的来受饮食，就是不要让这个饭啊羹啊这个起落，让现在胸膛就知道哦，过来胸膛了，过来好好的啊受食。说二十七频钵受食，说比丘尼这个把那个钵呢填得满满的，那个饮食流出来，这个不可以。那频钵受羹啊，让那个羹就是那个菜汤啊这些菜了啊溢满往外流，这个也不可以。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空处，不可以弄那么满的。那二十九呢，羹饭俱食，就是说有饭有菜啊，就是要等食的，说不要胸上饭了啊，还没胸菜来把的饭就吃完了，那或者呢啊，把菜熊来啊，给你熊上菜了，把菜吃完了，不等饭来，这个都不可以。三十以次食，就是在钵中吃饭的时候呢啊，不要就是拿勺呢，或者这儿躲一下那儿躲一下，以次食挨住一个边啊，慢慢的往过吃呢。第三十以不得挑拨中央食，就是饭呢不吃四边的，专门在钵中间挖一个洞那样吃，这个不可以。三十二无病不得自为己所羹饭啊，这也是应当学的，说没有病啊你就不要给自己索要羹饭了，我要吃这个那个的啊，说不要的。三十三不得以饭敷羹更旺得啊，应当学，这因为菜好吃了，那还想得菜，把饭呢盖住菜，更希望再得，这不可以。三十四不得施彼作钵中起先心，应当学啊，在就是受食，不要看让人左右人的这个钵啊，一看呢自己心里头呢就起先心了啊，是不是啊胸膛的人呀对我的邻座偏爱呀这些。三十五当喜钵想食，说喜钵想食就是要正义的这种思就是说正确的这种思维了。那为什么我们要一斤功多少量别来处啊，都是让我们做惯的，说不可以啊大王想。说三十六不得大团饭食，说印度呢他是拿手来团饭的，你把那个饭团呢不能团得太大，团得太大你看往嘴里塞啊会畸形。说三十七不得大张口待饭食，就是饭食还没到啊，那就先张开嘴巴呢张的口大大的啊，那饮食才往里放，这样不好，就到了跟前才张开嘴。三十八不得含饭语，就是口里呢有饮食，这个因为
口里有饭呢，说不清楚，啊，说说话不了了的，所以不可以的。但这个并不等于说吃饭的时候，当然一般灌汤的都是很激进嘛，你要要东西呢，你拿那个表示一下，啊，这不许说话。但是有必要的话呢，你把那口饭咽下去，啊，再说，就不要这个饭在口里含的不清，含的啊饭说话不清楚，啊，这样不可以。所以有些人呢，他还当说含饭语啊，不得含饭语，好，那就是当时要有什么事儿呢，他饭在口里含的，就用手比比划划的，说那样也不可以。39啊，不得团饭遥至口中，这是不如法的进食啊，啊，就是这个饭团呢和嘴巴还有一段距离，就往里呢啊扔。说40不得遗落。饭食，说吃饭的时候，那就像那个馍馍了，不可以一半在口里，一半在手里的。那你就说啊，吃这个就是你看馍馍那些都应该把它啊掰开的嘛。那林芝律师他说说印度是有用手团这个食来吃的，那在我们东渡呢是用这个勺的和筷子。那也好，所以这个勺呢你吃进去可以了，你不要说啊，哦，半个在里头半个在外头那样的。说41不得夹饭食，说吃饭的时候啊，饮食到了嘴巴里不要让两个 C 呢鼓起来啊，就是口里放的太多了啊，两 C 呢鼓起来不可以。在僧祇律里说啊，说你饭到了口里呢啊，你就是啊，就是用一边嚼，啊，就可以了。那或者呢，这边嚼了，但是你倒一下倒那面，倒那面可以，不要两面的都夹起来就不好了。说42不得嚼饭作声，这就是说你嚼东西啊，不要嘎嘣嘎嘣的啊，这些响的。啊，说有那硬东西呢，要让你啊泡到那个汤里头，啊，吃的，或者吃那些菜了，弄什么。都不要啊，嚼出声。43不得大吸饭食，应当学。大吸饮食，主要是在喝粥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常说，啊，吸溜吸溜，好的作响，就是用力把粥吸到嘴里，这样。是视为义不可以的。44不得舌食，就是不要用舌头舔饭吃。好，在印度他不拿筷子，他是手团饭嘛。那现在不用手团饭，他用舌头呢那样来吃，那样不可以。说45不得正手食，就是手里拿着食物。正弄的吃，说这样呢，那个饮食啊，就可以就会洒落下来，这样不可以。说46不可以手把散饭食，就是手拿住这个饭呢，不可以哈，那个团那个饭你没团好，然后拿起来零落散气，啊，这样不可以的。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它也是哈，啊，要区别一下。啊，就是那个手把散饭食啦，正手食啊，你看遗落那个饭食嘛，啊，你看不得手把散饭食呢，这我们说的是手握这个饭食零落的散气，啊。那如果呢，就是吃一半留一半呢，那个是遗落饭食；如果手握的这个啊食物左右挥洒，就是手里拿出来，你这样来回挥洒，那位置于正手。是的，啊，护净气波水啊，这是二法的，就是关于护净以及呢倒波水啊，护净呢第47啊，不得捂手着食气，就是如果比丘尼呢用捂腻的手，手上有油腻了啊，这些就是那个食腻啊，这都不可以，这样的手来着这个食气。
这就是实际能量波了，这些啊，佛持不可以。四十八，不得洗波水器白色内，啊，就是洗完波了，如果洗波水里面，你看有时那些饭渣渣，啊，你倒到白色，这是不可以的，啊，如果啊没有这些渣渣，啊，那可以。那么在印度呢，他还希望呢，就是啊，出家人的洗波水，就是给他倒在这个家里呀，还是很吉祥的，是吧？啊，这个是指的有渣渣。可以，那还有便利啊，一这个叫法呢有三种，就是大小便利有三条这个戒的，啊，说四十九呢不得生草上啊大小便，啊提唾，当然有病呢那是开源的，就是没有病啊你不要在这个生草上大小便，啊，说这样呢应该一下子那个。就是弄上去它也容易啊损坏这种草木啦虫蚁啦，这个啊不可以啊，如果是好钵一提里面啊那个生草上大小便，那个结钵一提的锥的，那是在好的草上，就像那些草坪这些上面人们喜欢在上面玩耍的地方啊，那如果呢就是大小便是属于钵一提里面的，那这条戒呢是戒突厥罗罪呢，它是不做这个妨碍行的啊，那钵一提里面就是不想让他们来啊，所以把大小便弄到上头免得他们来了，那这个呢就是没有这种行，也就是说不是故意的，没有这种行，那就戒突厥罗罪，所以他啊，设在了这个威仪当中。说五十，不得净水中大小便提唾，开源也是出病了。净水的话，江水了、河水了、溪水了、山边的水了、湖水了、池水了、泉水了、井水了，啊，如果没有病的缘故，在净水中大小便里提唾，这是不可以的啊！就是你给人弄脏了这个净水，而且也是威仪的。啊，也容易呢，你看这大小便呢剔透了，它也容易那个病菌的那种感染的，这个都不可以，而且那个鬼神呢也不会高兴，啊，说五十一不得利大小便，啊，这一看，啊，那没有病的因缘呢那不可以利大小便，一般你种呢那都不会烦恼这个的，那就是啊冬下来大小便，啊，下面呢是说说法一则，嗯，也就是说净法的这个为行的，那我们把它啊，要是按这一类的呢应该是五十九条五十二条到五十九条，那八十六条到九十二，九十六条到一百条啊，一共有二十条戒都是属于净啊恭敬法的啊为行的，那之所以要说明净法的威仪呢，啊，是因为佛法能使众生摆脱痛苦，啊，就是显发众生啊本具的这种智慧了，所以需要啊说法，要让众生呢能够啊有闻法的机会。但反过来呢，如果说法呢不知时不知处，而又不对机，也很容易。啊，造成过失，说做不了众生的善知识，啊，由于你说法遭到他的毁谤啊，还让他啊，就说堕落的呢，所以啊，这个说法呢，也应该啊要注意的。说五十二呢，不得与反超一人说法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就是反超一他不恭敬的那种啊样子嘛。五十三不得为一参顶人说法，啊，五十四不得为副头人说法，五十五不得为果头人说法，五十六不得为叉腰人说法，五十七不得为捉格西人说法，五十八不得为捉木屐人说法。木屐人呢，啊，他木屐呢是以前呀，啊，这个木头上外边弄个袋叫他拉板那一类的，到现在呢，比如说那个拖鞋啦这一类的，就是他哦这个穿衣不齐整这些啊，这都是这是不可以的。说五十九不得为其
圣人说法，就是骑在马上了，这些他在车上了，这个都不可一等，就是要敬法，然后他就要恭恭敬敬的来听法，这些他就刚才说的这一类情况，这都是不敬法的啊，这些表现不应该给他说。那八十六到九十二，人做己力不得为说法，这和上面一样都是也开源的。那听法的人没病坐在那里，那比丘尼站在那里给他说法不可以。说人卧己坐不得为说法，人躺着自己坐着这也不可以，但都是出了病啊，病呢是开源。说人在坐己在非坐，说在正式的坐，那非坐呢不是正式的坐，这也不可以。或者人在高坐己在下坐，那高坐呢妙好的床坐或者高处的床坐，那下坐呢卑下粗鄙的床坐或者矮的床坐都不可以。九十条，人在前行己在后行也不可以给他说法。或者人呢在高警性处，那自己呢在低警性处，那低处呢不行给高处的人说。那或者人在道自己在非道，就是人在正式的宽广这个道上头，那自己呢在非正式的道上，就是弯曲崎岖的啊、哦、那小路上，那这样不可以。那九十六，人持杖不恭敬，拿着杖住到哪儿不可以。人持剑也不应该为他说，人持矛也不应该为他说啊、哦、矛也是一种武器呢啊，人持刀啊，人持带，这个都不应该啊说的。好，这是敬法的。那还有呢，恭敬佛塔，也就是敬佛的威仪，这是六十条到八十五。说六十呢，不得在佛塔内止宿啊，就是佛塔内呢，那佛塔是佛受用的地方，供佛的地方，不可以在里面住的。但为了守事，就是看护佛塔，这个是可以的。说六十一，不得佛塔内藏财物，处以监牢，这是不可以在佛塔内放这个东西的。那如果是供养佛塔的东西了，那或者呢，是大众僧的东西，害怕丢失藏居就可以。那个人的物品呢，是不可以的。六十二，不得做割洗，如佛塔中就穿着皮鞋，或者不得捉割洗啊，手捉这个皮鞋，那或者呢不得捉割洗绕佛塔行。那六十五，不得捉佛篓短靴了啊，入佛塔中也不可以手捉啊佛篓呢，也是那种短鞋啊，就是绕佛塔行，这个都不可以的啊，也不可以穿上去，也不可以手提住啊。就是那个短靴啊，入佛塔中这个不可以。说六十七啊，不得塔下坐石留草，即使无地，就不可以在佛塔下面啊坐着吃东西，离开的时候留那个残石了或草无地，不可以。像有些现在啊有些人呢在大殿里，因为大殿大了嘛，然后在那吃，吃完了以后呢走了，这都是一类的。说六十八，不得担死尸从塔下过啊，这个不可以。好，六十九，也不得担也不得塔下埋死尸，其实也不得塔下烧死尸啊。七十一，不得向塔烧死尸。七十二，不得绕塔四边烧死尸，是臭气来入，这个都不可以的。那这都是不恭敬佛的表现。七十三，不得吃死人遗迹床从塔下过，也不可以。但开元呢可以把它洗干净了，染了，用香熏了这个才可以。说七十四，不得塔下大小便。七十五，不得向塔大小便。七十六，不得绕塔四边大小便，是臭气来入这也就是说都不可以这样这都是如果要做了呢，这都是不恭敬。
就不要说啊这个大小便嘛，啊，如果在就是就是在佛前，啊，就像我们平常说那种下分，他都让你赶快出去的，啊，不让在跟前，在众中也好法啊，跟前好佛跟前好都不容许。说七十七不得吃佛像至大小便处，啊，把佛像拿到大小便处，这不恭敬，不可以。其实把不得塔下嚼羊汁，啊，那以前刷牙它是嚼羊汁的，我们现在是拿牙刷啊牙膏刷牙来代替的。那同样的啊，不要在啊这个塔下啊刷牙啊这些。其实酒不得向塔嚼羊汁，不要啊就是向着这个塔要嚼羊汁，就像我们现在刷牙这样，都应该呢啊低头啊。你看我有时候偶然过宿舍一到中午的话呢。然后刷牙呢，你看三四个人面对面的都这样的来刷，啊，这个还是躲开一点啊，这个比较好。说啊，八十不得绕他四边嚼羊汁，啊，这个当然在戒律里嚼羊汁啊，那嚼羊汁那也是口没有抽气了啊，能辨别味道了啊，不会增那种热饮啊啊，而且经常用嚼羊汁呢，也能开胃这一类。啊，也能眼明。说第八十一不得塔下踢唾一样的，第八十二不得向塔踢唾，八十三不得绕塔四边踢唾，好，啊，就擤鼻涕了，吐唾沫了，那都是应该注意的。第八十四不得向塔梳脚坐啊，那佛像在那儿了，塔在那儿，不要伸上两个脚嘛，对手是不恭敬。说八十五不得按佛塔在下方即在上方住，上方呢一种呢高显为上，一种庙好啊严厉为上，就是房子庄严的很好，这是上方；一种呢在高处为上方。说下方也是两种，要处所低下的啊，一种呢粗鄙啊不好的，这叫做下。那不管走到哪里，那佛住的地方都应该是好房，按佛像应该按在好的房子里面，不可以自己住在好的里面。啊，其他的呢，其他的唯一行呢？就是倒行携手过人数，还有波西杖头啊，那有三条戒。说九十三不得携手在倒行，啊，就是说不要并排的走，手连手的在倒行，这个妨碍后面的人啊走路的。然后就像我们这个在寺内也是这样，道很窄啊，有时候两个人并排一行，后面的人就没办法过去的。啊，说这个不要携手啊。说九十四不得上数过人。啊，不让啊是树呢啊，那如果你爬到啊过人头了，这不可以。但是有命难烦很难，可以开缘。九十五不得落囊成波，灌杖头之肩上行。啊，杖啊就是那个竹杖啊、木杖啊这一类的。落囊呢，就是以这个绳线编的那个编织的那个囊啊，网兜了我们叫做。那或者布做成的那个袋儿，装上波啊，把它挑在后边那个杆上头。这个不可以啊，那个是啊非唯一的。说一百啊名为应当学，就是以上的一百条呢啊称之应当学的。好，我们这是啊百种学。